6660你看活的，上大北边和大西边看活，两个地方100多公里，走吧。哎呀，这是给我的福利。哎呀，忘了，我逛完了忘拿了，不拿了，行了，不拿了，拉倒。哎呀，我这家伙这么大恩德，我坐后边就不错了。哎。好几天没出来了，那边都是枫树苗。这是花圃，郊外。现在苞米还没干，都是做饲料了。农场，可能里边吧都有鸡蛋，卖鸡蛋。这浣熊味儿吧，这又骚味儿呢。浣熊，浣熊撒尿。哎呀，这什么马呀？这是毛驴啊！看看这什么？你看那俩马漂亮。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真没看出来，小马。驼羊就是。羊驼。这后哥，我们俩来看活来了。看这片这房子，都是在密林里，画一样。这下是赶上写画里似的。小孩穿黑衣服，放学吧。喝咖啡就不行了，刚才那地方全是放学学生，又换个。哎，这人也不少。我在要杯开水，2毛钱。我放学时候。中午小孩多，小白孩小黑孩。对，这块学校刚才听猫的可能都是这学校学生。现在走这条路叫427，我是往密西沙加方向走。今天出发，早晨出发是往我们住的士嘉堡东北方向看活，然后又到北边望市，然后又现在往南走上密西沙加。保持左侧。这机场停机坪，
看那露个飞机尾巴。我这刚才给指错道了，一下走错了，也得多跑五公里。也没错，没错，前面左转，左转。猴哥去看活去了，我在路边等他呢。把这树叶沙沙响。下边这个峡谷好像有三文鱼回流。大统华，这是哪儿啊？介绍介绍。这是密西沙加的大统华，中国的超市，也什么都有。来大统华吃点麻辣烫，碰见俩网友，高兴。网友说的，你咋不录像呢？我说搁这里没敢录，怕人不让。麻辣烫，来点鱼块，这个，你看。这几样东西一共是花了28块钱。我知道要个袋子了。吃苞米。钱给你查查，一百把零钱，一年能花的，一块钱亩，这是两块的，叫卤泥，不对，一块叫兔泥，一块钱的叫卤泥，一块五，一块六，一块七。这个是个小伙子。那几天是一个白人女的，长得挺好看的。哎，买点苞米，看回点苞米吃。一年头回来嘛，往年我都买好回，今年头回来。我买了吗？今个不是那个白人姑娘哈，那几天是一个白人女的。啊？没了。没，那我炖茄子就吃得了。炖茄子，那我就整一口啊，你来吃。哎呀，大孙儿啊，跟爷爷躺着玩呢啊！爸爸妈妈出门了，出门了。哎呀，真乖！人家玩具什么玩具？猫狗兔，嗯，爷爷给买个大锯，拉树。你爸买这锯，兔。听话，又不点不闹人，让爸爸妈妈出门走了也不哭哈，啊，不知道哭，过几个月给叫我。哎，这大大给撵了，嗯，做饭去哦，奶奶做饭饭去。大孙儿啊啊，哎呦，来奶奶抱。姐姐多喜欢你，回来第一个事儿就看你，哎呀，跟姐姐笑呢，哎呀，嗯，跟姐姐笑呢，看。小儿子太可爱了，嗯，小美女姐姐哈，看见姐姐就笑了。吃饭，飞子，好，哎，对，我们，哎，好，谢谢。我现在我家里后院那有一个风，听得懂不？哎呀，大杨哥跟姐姐玩笑的，哎呀，喜欢美女哈，哦，哎，哦，嗯，啊。哦，嗯，你说啥呢？嗯，喜欢姐姐，哎呦，嗯，你看到姐姐怀里头可听话了，你看玩的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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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姐姐给咱俩录像呢，真困了，吃饱了就困了。他不无缘无故哭，除了饿了困了啥的。是。嗯。哎哎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大孙儿，大姚啊，睡了，奶奶在这儿呢。哦，来，来。哎呀，奶奶在这儿呢，陪宝宝呢。哦，不害怕，不害怕，大孙儿。哦，奶奶在这儿呢。
吃饱了就睡觉吧，真乖呀。奶嘴好处不干了哈，奶奶给爷爷做饭了。啊，又说啥呀？啊，真乖呀，奶嘴耗出来了。哎，哎呀，你看自己拿下来，自己还能把奶嘴再搁嘴里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来，这得奶奶帮忙了。哎呀，吃饭吧，馋的这扭头瞅我呀，来，再给这些啊爷爷奶奶叔叔看看啊，看大眼馋的，你瞅我吃饭，奶奶吃饭了啊，看奶奶吃饭馋了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哎呦我的，哎呦妈呀，你瞅这馋的，馋着，嗯，嗯。看奶奶吃饭馋了，你也快吃辅食了。嗯，让爸爸妈妈给你准备辅食啊，让些糊糊啥吃。哎呦，看大水，哎呦，看奶奶再吃口饭，你再看大水馋的啊，闻着香味了哈啊。什么吃上都得转型充电了，不转型不行了。啊，馋了，馋了，大顺啊！看奶奶吃饭馋了哈。妈妈、爸爸回来了，看，啊、高兴了哈。啊、大顺，看，那谁回来了？妈呀，儿子，这么晚熬夜了，哎呀呀呀呀！你说这直倔的，看着了。哎、看看爸爸妈妈回来了，看，开空调了，开23.5度，白天也开着了。